你得呀。 我从桃源来，滴答滴答滴，滴答滴答滴，滴答滴答滴，我从桃源来，这迷人的回忆，我从桃源来，栖息的回忆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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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个伴侣怎么这么熟悉啊？这个。不是兰花头，这个虽然是盖的伴奏，但是他好像还有一首歌也是这个伴奏。哎呦，哎，啊，这是啊？不是吧，我没开啊，我这怎么吸上去了直接？而且你看我的神经的第二反应，兄弟们，我的神经第二反应就是我都不知道他E上去了，然后我提前跟闪，就是说就他下意识我就已经会放很多技能了，就是肌肉记忆，我根本都没有思考，直接就跟闪了。你懂那种感觉吧？就是你已经通透了，你玩这个英雄已经大脑上线了。你知道吧？就是一气呵成，根本就不用思考接下来要干嘛，它都是你的脑子里边已经有一个模，就是有一个雏形了，就根本就不用思考，你已经参悟了符文。好了，主播不吹牛逼了，我咋又变了哥？我从草原来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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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15秒。你很狡猾，不是吗？
他不放技能。观看是没口线，哒哒哒哒哒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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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R我不R，这么稳，打比赛去了，哥。对，打比赛了，昨天跟前天都去了。我日你妈，他不知道这个位置是为啥，我他脚闪了，脚闪了我也得死。那过不去啊，哥，他那个红 buff 一减速，我过不去。你是个，我知道他发信号了，但是我还是贱，我就是贱，我是畜生，我是。关键是还没摊到，你摊到的话还不亏，摊到这波就棒子了，就黄棒子了，你没摊到还。我从草原来，哒哒哒哒哒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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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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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
哦呦，他双 Q 这是？双 Q 有点帅啊。嗨，我去吧，我去吧，我去，我去。嗯，嗯，我这杀不了，他这个血量我杀不了，得叫 YG。啊，操，这么肉啊！这三项威严怎么这么肉？这三项威严。对面也是给这瞎鸡脖玩。现在出不了三项吧？魏银是出不了三项的，他不知道搁这胡出，胡出，胡出啥呢？出完回声就能打了。他出三项没有用，他可以出西兰刀。三项磨的作用，只能说。比赛去了，哥，比赛去了。从草原来，哒哒哒哒开，哒哒哒。八强，现在是八强。下周还得打。哎呦我操！好好好，你这么抓我。打不动他，主要是太肉了，这电刀该出吗？想出出吗？你感觉合适就出吗？随缘，现在妖姬的出装都是随缘，爱咋出咋出，能赢就行。怎么好像就一直我在被杀，我的队友都在乱杀是吧？小龙好了，看蜘蛛回来不回来。
不会以为我是脚本吧？怎么感觉主播移动一将之间都像脚本呢？我会骗你吗？主播脚本三杠三，那是我没去打团，那是我去打团就不一样了，家人们。主播一直给这带呢，你看不出来啊？耶，谁给我打电话的？不接，他卖房的。有没有可能主播打团就十八杠三了？你让我打个团行不？我你妈带线带那么长时间，啥也没干赢了。